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怪物猎人世界：怪物行动解读教学》第四期。我是勤奋敬业、掷地有声、更新间隔绝不超过的肥料。昨年我们讲解了炎飞龙，但从视频发布起整整一个月，生怕游戏不火的卡普空运营团队，为了响应上级指派的开发大西部人人抢铁路政策，关闭了全部的力战王任务，继而影响了本系列视频的更新进度。但是没关系，凡事总有例外，就如同放假后你的同事们组队去会所旁边的新华书店，或是下课后你的同学们开团去网吧查资料一样，总会有那么一个找不对地址的第六人。而在新大陆崇尚红绿搭配的火龙一族中，不蓝不绿的亚种苍火龙就经常因为它的肤色而受到排挤，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下如何不使用闪光来讨伐落单的苍火龙。正片开始前，先安利几个打得比我好的视频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支持下。然后我们看看苍火龙的基础招式，空中招式有孤独火球、孑然潜咬、独自捕食、落寞爪击、寂寥扫火、一人飞脚、孤单下踩、零落扫尾。地面招式有伶仃跳踩、只身甩尾、寂寞龙车、没落侧咬、孤寂喷火。苍火龙只要在空中被打出头部硬直，就会形成坠击，倒地水溅月的时间远长于闪光造成的坠击，而想要快速击坠，就需要看清它的空中招式，寻找后摇较大的进行追刀。比如孤独火球，后摇短，有时原地发射，有时附带后撤，不适合追刀，只有在靠近边缘或距离较近时可以追一刀。孑然潜咬，后摇长，可以稳定追两刀。独自捕食，后摇中等，但是无法攻击到头部。一人飞脚、零落扫尾、蓄力寂寥扫火，后摇都是中等，位置好可以追两刀，不好的时候建议砍一下就走。与残爪类似，苍火的招式也存在连招派生。第一套，快速寂寥扫火，接孤独火球，接一人飞脚，最后的飞脚追踪距离不远，可以稳定追两刀。单次扫火会有一个抬头蓄力的动作，连招起手的扫火则是轻轻撇头，寂寥中略带不屑。第二套，落寞爪击接孑然潜咬，侧移后接孤独火球，潜咬可以追两刀，走位躲开火球后可以再追一刀。第三套，一人带虾户飞脚，接孤单下踩，接后跳孤独火球，很难攻击头部，但是可以利用开刃。第四套，蓄力孤独大火球，接一人飞脚，再接一人飞脚，愤怒后连招，最后一脚会踢很远，推荐收刀跑位后追一刀。第五套，一人带虾户飞脚，接寂寥扫火，接用力孤单下踩，长时间未能坠击，有概率出现的落地连招，出现这招说明你之前追刀失误过多，建议的处理方法是中规中矩的退出任务，删除视频素材，并选择性遗忘掉这段记忆。刚才介绍的这四套连招其实还有很多的灯笼起跳点，但打点很难控制，运气好可以击中头部。运气不好，打出头尾以外部位的硬直，就会形成空中自闭。自闭中打出头部硬直是无法坠机的，但是断尾不受自闭影响。
断尾后再打出尾部硬直也可以形成坠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。本次讨伐虽然没有防具，但我保留了护食，原因有两点。第一是这套打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伤害基础上，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样我在打招呼的时候就可以说，苍火你好，看到这把火刀没？你有吗？带瞎虎飞脚，这是连段三，没机会蹭头，先顺势开个刃，反接后注意等一下，这样大回旋就可以命中尾尖，为接下来预留伏笔。位置不错，可以打两刀，然后保持距离不要太远，以免错过追刀机会。坠机的倒地时间足够一套七刃斩加一发灯笼，但是这里我选择先不跳。如果开场第一次坠机可以开到红刃，第二次坠机就可以选择方案一。这个处理会受到地形、体型、起跳时机等因素的影响，如果这种锅中技巧有点难以模仿，可以选择方案二。苍火的头部破坏条件是打满两次硬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破头后开始钻刀，一次硬直的伤害大约是380点，先垫三刀，起身发怒再补两下，这样再蹭一刀就可以打出二坠。这里的第二发灯笼我故意选择翅膀预留伏笔二。现在的苍火进入了地面状态，可以通过走位开始引招，开始走位选择在头部附近引发莫洛侧咬或孤寂喷火，如果站在腿下就有中等概率引发伶仃跳伞，当然运气不好的时候无论你站哪它都会寂寞冷静。引招的时候可以边走位边蹭一刀腿，支身甩尾结束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它腿下有极大概率可以引发跳伞，地面灯笼点。借机看下肉质，主要弱点是头、尾尖和翅膀，容吸收很高，走位时经常会踩火，难以维持无伤，所以选择刮刀会更舒服。这个跳点可以直接打到头，但如果输出不够没打出硬直会非常危险。这里先回收伏笔二，地面状态持续一段时间，苍火会用一发后跳孤独火球回到天上，但如果你提前破掉它的翅膀就会固定变成一次失衡，可以顺势蹬他一把。但我这里刚好没有红刃，只能陪他一起自闭。看破水尾，反击打腿，稍等一下引发跳踩，这样就能安全开刃。上天失败后，我们可以陪他在地上再玩一会儿。这个地面的孤寂喷火后摇很大，如果位置好，也可以起跳。如果掌握不好引跳踩的节奏，贴身洗脚推倒跳头一样是可以的。进入了第二次的发怒上天，即便打出硬直也无法阻止他。注意此时苍火头部硬直刚刚清零，而我又错过了发怒坠机的时机，是时候回收伏笔一了。这里说下关于江湖中传闻的同时心算多部位硬直，我是根本做不到的，但在实战中我们可以保持一个，这里我之前砍过几刀，有积蓄值，再补几下应该能硬，这样的意识。比如像这样，先回收尾部电刀的伏笔，利用他怀疑人生滚的时间直接起跳。之前蹭过几刀腿，所以这一跳我应该能击倒。这样我们就顺利地帮助一只孤单苍虎获得了解脱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我已经不在乎有没有帮到你了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只想催更，所以我们明示再见，拜拜。